大家好呢，那我是27787的一个新主播呢。今天是开播的第二天啊，希望呢大家呢都能喜欢我。那我名字叫做小好奇，非常好记。也希望大家来到我直播间，就是跟我一起好奇，就是干啥啥都好奇。这歌名叫做《大叔不要跑》，希望朋友们点赞转发。Oh my god， 到底想干嘛？情书已经寄到我家楼下。是个告白都说的结结巴巴，还有那些雷人的话啊，救命啊，别折磨我啦，出门收到康乃馨一大把。你是想怎样啦？还来不及回答，心里对你已经彻底膜拜啦。大叔啊，哎，大叔啊，不要吧不要吧，知道啦。哎呀，你说啊你说啊，你说的话出他的笑啦、啊、大叔啊，哎，大叔啊，难道就求惩罚表不会被骂？嘿呀，你说啊你说啊，你深谙公式制度的话，幸福会不会欧巴啊？跟大家讲一下呢，我名字叫做小好奇，就是干啥啥的好奇，是不是觉得一个主播起这个名字也是醉了？那醉就对了，这首歌送给你们。Oh my god， 到底想干嘛？情书已经寄到我家楼下，谁个告白都说的结结巴巴，还有那些雷人的话啊，救命啊，别折磨我啦，出门收到康乃馨。是想怎样啦？还来不及说话，心里对你已经彻底膜拜啦。大叔啊，哎，大叔啊，不要吧不要吧，知道啦。嘿呀，你说啊你说啊，你说的话出他都笑啦、啊、大叔啊，哎，大叔啊，难道就求惩罚表不会被骂？嘿呀，你说啊你说啊，用恋爱公式加多的话，幸福会不会欧巴啊？各位看到我神曲宝宝们，你们知道我一直为什么在忍着笑然后没有笑吗？是因为他们知道我是一个笑点特别特别低的主播，然后就在逗我。大叔啊，哎，大叔啊，不要吧不要吧，知道啦。哎呀，你说啊你说啊，你说的话出他都笑啦。大叔啊，哎，大叔啊，难道求求惩罚表不会被骂？嘿呀，你说啊你说啊，用恋爱公式解读的话，幸福会不会欧巴啊？虽然我是一个刚开播第二天的小主播呢，但是呢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家，欢迎大家加入27787，拜拜。